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第十九单元，站在高楼看世界，建筑界的长颈鹿。我们一起来看活动一，根据课文内容完成下表。第一题，建筑物的外形像一节一节的竹子，它是台北101大楼。第二题，两个巨大的玉米，它是双塔楼。第三题，具有太空时代风格，迪拜哈利法塔。活动二，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。我们来看第一题，课文把高楼大厦说成长颈鹿，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恰当吗？为什么？恰当，因为高楼大厦就像长颈鹿一样高高的。第二题，课文写了三栋世界著名的大楼，你最喜欢哪一栋？为什么？我最喜欢吉隆坡双塔楼，因为它是我国最高的大楼，也是吉隆坡的地标。B 项，仿例写一写。我们来看看例子：节，节节，节节高升。第一题，层，层层，层层向上。第二题，时，时时，时时刻刻。第三题，代，代代，代代相传。C 项，连一连仿例构词语。第一题，标本、标准、标题。第二题，饮料、饮器、饮用。第三题，仿冒、仿佛、仿制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一项，圈出正确的字。这里的泳池虽然小，水却很深。
第二题，这块宝玉是外婆送给妈妈的传家之宝。第三题，为了减少环境污染，我们要妥善处理垃圾。第四题，他虽然年纪小，却有建筑世界最高楼的雄心。